今日有一隻限量典藏版就介紹翻俾大家嘅，咁係變形金剛啦 ，Transformer， 咁手機咧就係 Red Magic 白袍加嘅，咁入邊嗰個變形金剛咧其實係柯柏文，大家都知柯柏文啦，即係嗰架貨櫃車，紅藍貨櫃車可以變身嘅，咁如果你係十分之中意變形金剛系列嘅話咧，咁你要快啲出手啦，因為咧呢啲限量版咧賣完就唔會再有噶啦。你看它的包装都是十分之型仔的，咁现时就未开箱的，咁如果有机会就会开给大家看的，要等个客过来才可以开的，个客未过来我们是不会开你们的机的。咁同埋有呢一隻啦，華為嘅暢響 60X 啦，咁呢隻呢512G 呢就已經有貨㗎啦，2000幾蚊可以買到嘅。咁呢一隻呢係少有嘅華為大 mon 機，有 6.95 寸嘅，可以幫你裝埋 Google Play Store。咁仲有呢隻國內版嘅 Mate X3 啦，有256、512同埋 1TB 嘅，咁都係可以幫你哋裝返 Google Play Store。多謝大家支持青衣國行電訊啊！咁呢個四月尾咧接機特別好賣啊！咁有華為嘅 Mate X3 啦，咁仲有一隻新款啦，就係Vivo 嘅 X4 II 啦。咁 X4 II 個價錢咧對比翻華為嘅 Mate X3 咧就相當之吸引啦。然之後啦，呢個四月尾咧亦都有呢個入門機嘅新款啦，就係華為嘅暢響 60X 啊！咁呢部機咧，接近7寸的是 6.95 寸行这个 Harmony OS 的。其实这三款机呢都是这个4月份新上市的，暂时就拍到这里为止啦，下一次有什么新机呢我再跟大家讲啦。多谢收看，拜拜。我们来看看客今天买什么机啦。咁有接機之王之稱嘅華為 Mate X3， 咁呢隻機呢我哋可以幫大家安裝返 Google Play Store， 咁仲有華為嘅 P60 Pro 啦，咁大家記住啦，華為嘅 P60 系列呢我哋個價錢呢就平過華為好多嘅，咁都係送埋安裝 Google Play Store 俾你哋嘅。咁有新款嘅平板啦，小米 Pad 6 Pro 啦，咁仲有呢一隻上年嘅中階啦，咁就係 Realme GT Neo 3 150W 版啦。咁點解依家仲有人買呢？因為呢隻呢係依家係可以改返做國際WAN俾大家嘅。咁仲有另外一部 Realme 呢都係可以改國際WAN嘅，咁就係 Realme 10 Pro 加啦。咁大家記得啦，呢兩隻呢係可以轉返做國際WAN嘅。咁呢兩隻機呢價錢都係好平嘅。多謝大家支持青衣國行電訊，拜拜。